你们一直在期待的 Intersect 八月联名企划第二站现在正式揭晓。备受潮流人士期待的 Intersect 八月联名企划快闪店第二站终于来到成都。开幕活动当天，神秘嘉宾段奕恩空降现场，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潮流体验。It's Mark 段奕恩 ，OK。我听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成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样的没什么感觉啊。OK。是吗？你是为麻辣烫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来，段奕恩现场与大家聊潮流、聊设计，还分享了自己的搭配心得。我喜欢穿比较舒服一点，然后有时候会穿牛仔裤。Nice， 对，爱护你的鞋子。对，就有时候穿运动裤，然后可能比较舒服一点，然后小一点。听到了吗？你们他喜欢舒服的，不穿紧身裤，对，是。OK。此次成都之行也是段奕恩国内首次个人行程，众多的粉丝也是一大早就来到活动现场等候。段奕恩现场也给粉丝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我们现在在准备，快回来了。OK OK。